走来始终在骗，中医重假大学踹动。民进党高雄凤山立委候选人许志杰开记者会控诉对手中义重大学学历造假，拿出资料指控美国北维吉尼亚大学不被美国和台湾承认，但中义重在2016年立委选举和2018年议员选举都曾经把这个学历刊载在选举公报上，认为是欺骗选民。团队周三下午也前往高雄选委会提出检举。台湾跟美国都不承认的学校，他可以拿出来用吗？你2016、2018就已经让公务员登载不实，就已经犯了让公务员登载不实的罪。学历的部分呢，我是真的有读。那这个学历呢，也有透过呢中选会。中选会呢，能够把学历登在上面是有一定程序的。面对质疑，中义重也回应，过去的学历他没有隐瞒，登载也是经过中选会流程。凤山立委选情蓝绿激战，连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南下高雄帮中义重打气，身边跟着部分区立委候选人，希望大家也挺亲民党。一定中啦！他真的是很心急，是不是？请我的对手。请你呢扛当起来陪伴我们的志杰委员，让志杰委员不孤单。而许志杰早上和晚上都有市长陈其迈陪同，一整天都在车扫。凤山选情紧张，全国瞩目，双方隔空交火，假学历议题成为攻防焦点。三选黄启超、古福先高雄报道。